好，这个简单的这个合照的仪式完了以后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排一张全家福啊，就是这个第三届的教资啊专业训练的这个课程的全家福，就是我们有请我们全体的学员，你们先啊步行到我们前面的中英初中的大厅那边先去集合，那么这边我们请嘉宾就坐一下哦，等那边的秩序排好了，我们就先去那边，大家来一张特效。